在时隔六年后，大马半岛产业交易的律师费再次调高，这项收费调涨涉及非争议性的产业交易事项，如动产与不动产的买卖、融资和租赁合约。律师费是以产业买卖价格来计算，50万令吉以下的产业如今调涨至1.25%，若产业价格介于50万至750万令吉，则征收1%的费用。换句话说，产业买卖价为20万令吉，就征收2500令吉律师费；50万令吉产业价征收6250令吉律师费；110万令吉产业价征收12250令吉律师费；150万令吉产业价征收16250令吉律师费；以及750万令吉产业价征收76250令吉律师费。根据此次调整前的律师费框架，产业买卖的律师费是介于2000至48000令吉。尽管非争议性业务的律师费有所调涨，但律师仍可以提供高达25%的律师费折扣。